你睡觉前看手机只要超过30分钟，你体内的一个酵素就会下降，就会让你变老。这个酵素是褪黑激素，而且它会下降到只剩下40%。那会怎样？那这个褪黑激素本来就是在修复自己身体的嘛，然后让自己更年轻啦，然后越睡越漂亮啦。可是因为你用手机，手机就有蓝光，所以我们很少看到老师拿手机。因为这个蓝光其实对我们的肌肤真的伤害很重，尤其今年的美国才调查出来这样子，对于肌肤的伤害，让你比别人就是老5倍。哦，不是5岁哦，是5倍哦。可是也不能够不跟小孩联络，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，你留别的妈妈的电话，你叫他打给。新梅姐的电话留一下。不，你叫他先打给小罗，小罗。缺你那个多那一点，没关系，不要怕。我今天有带我们的仙物来救你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先过来，我先让你试一下。就是手机的保护膜，手机的保护贴，没有。其实呢，我要先讲的这个品牌呢，是我们非常厉害的基因修复品牌。那它也是像萱姐刚刚一直讲说肌肤很干嘛，对不对？那其实这个他们家的水冻膜，这个真的超厉害，你复活了，超厉害，超厉害。这个水冻膜呢，其实就是一次一包，它可以加强肌肤的保湿，而且它一次启动600种的保湿基因，然后不断的补水、锁水、造水，效果非常好。老师可以借一包来看看吗？我直接送你。不是吃的，妈妈，真的，它不是吃的，敷的，是不是？不会，这个真的，所以它是敷睡觉前敷吗？睡觉前敷的，敷着睡觉。我先使用一下。这样的水冻膜呢，其实一次一定要用完一包，为什么？里面都是满满的抗氧化成分嘛，所以打开来就要把它用完。赶快用哦。那请问是睡前用还是洗完澡？直接睡前用就可以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就买回去用，你什么都不要擦，洗完脸你就擦这个，隔上去用，就这样敷着睡觉，你会发现比你平常用的保养品的效果要更好。是哦，哇塞，那就一翻两瞪眼了。纽西兰的时候干得要死，每天敷这个，吼，我的那个皮肤很像刚开的蛤蟆。哇塞，这么 juicy， 好有画面哦，好有画面哦，有画面啊，蛤蟆。其实我们在聊天2分钟之内就已经完全吸收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很干。对，那这一款眼霜我们来了，眼霜这款眼霜呢是被美国的顶级百货公司 Bird of Gourmet 誉为2018年最值得期待的眼霜。哇，因为它其实已经很多代了，它不是只有这一代。它抬头很威耶，它很厉害，而且它就是冠军眼霜。哇，因为每一次它出来比赛都是拿冠军。哇，今年它有入围我们女人我最大赏2018年的冠军眼霜产品。所以它非常的厉害，重点是我刚才讲的抗蓝光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年它升级版就是帮忙我们的肌肤对抗蓝光。哦。它除了有，所以就可以敷整脸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就要敷整脸。所以我涂了这个，然后看手机，就比较没有。它就会完全抗蓝光。是哦，贵松松的眼霜，但是我2-3天我会来一次敷整脸，点完就好了。刚讲到有新的成分，对不对？它可以抗蓝光，对，然后它里面有35%的神经生态，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舒缓啦，改善纹路啦，改善黑眼圈啦，暗沉啦，肌肤各种下垂的状况。要告诉大家，千万不要乱买了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觉得要精准，要指明正版的保养品。什么意思？这有盗版的，有盗版，有超多盗版的，就是被拿去乱用，真的很烦。就以为最近又开始，对，最近又开始，好多，而且都是用我跟萧萱姐的照片。嗨，我们又来了，不要再乱用了，好不好？真的不要乱买。好，那这个眼霜呢？哎，这么简单，马上就有效果了，对不对？好紧实啊，差好多。哎，我觉得我两边萧萱姐的眼尾很多，一个是平的，一个是。对啊，而且你看这个眉毛都挑高了，就是因为它是这么厉害的效果，所以我的影片就会一直被盗用。了解，没错，因为它里面有最重要的成分嘛，刚35%神经生态，还有纳米铂金、纳米金传导的科技，能够让肌肤瞬间紧致、有弹性、保湿、抗老，多个问题都可以一次解决。它应该早一点发明。
保养品就要买精准，千万要慎选保湿抗老，一次做足了就不怕皱纹找上门哦。